菜奇美食推荐会，一碗牛肉面10000块，哇塞，太夸张了，这些肉要耗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太划了，夹起来这个肉已经快要断掉了。OMG，不知道没吃这么好的。这个汤呢，硬是要花3天的时间，炖完以后呢，要让它沉淀一个晚上，上面的油跟下面的肉渣还有淀物，所以呢，它的汤呢很浓，喝起来像是低筋精，红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精打跟班。